你开了就不要停，哎，你到等一下时间到他退回去的时候，你把他要你移到那里去，我再按一次，重复过做两个动作好了。这个是保压针的哦。哎，这个保压针。再来一次。哇，这样没有压了。哎。哎呀，已经一个循环嘞。那个循环了，对对对。这个拍好了，把整体对看好了，有整个外围都扫描扫一下，机器大概形状给它看一下。哦，你刚才按了几停啊？没有啊？按了几停，现在一直在动，哎，对，好。把我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好，你把整个机器再推过来，再推过来，整台机器给它看一下，顶上也看到。哦，上面，往上走，在上面走，然后在旁边给他看，看他到处，可能要跑不到，我整个都看到了，那背后看一下。Thank you.